又买了什么？哇、哦、哇、哦！这行李箱啊，这个是行李箱。看侧面，这边写什么？好、哦，迈凯伦呐、啊，就是 My Carlin 是不是？迈拉伦720S，直接买一台超跑了，这是超跑，买起来，买给我们家少爷，直接让他成为屁孩富二代，你知道？扛起来，哦，多重啊？哦，哇！我们家弟弟说，这个要他一起组装，所以我们先打开确认一下商品有没有问题。说，大可同车伴您的孩子大有可为，我真的会大有可为。你有当赛车手，当赛车手哎、欸，哇、哦、哇、哦、超哎、欸，他满满一台，他满满一台，那真的是这么大哎、欸，哇哇这细节做的超棒哎、欸，哇这个你看这个车尾这个烤漆还碳纤维，我天哪、啊，我是要装轮胎了。哦，对对，轮胎一定要装，千万不可以讲他的。来，把纸抽掉。这超大，他今天回来看到他已经疯掉。我靠，哎、欸，这是认真的哎。我、啊、看，怎样？哦，兴奋到抽筋了。不是，你现在挂了、嗯。我站不直哎，靠，完蛋了。你要自我鼓励了吗？还是阿敢？还是在车上碾过去，爸爸你那也看我尴尬，还是我看到这种脚软了，还有这个头枕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塑胶，哦哦，硬橡胶哎，是很硬的。刚刚外面写真皮椅垫哎，哦哟，弟弟最喜欢星星轮框，哇哇，这个车头哇，霸气总裁啦！我跟你讲，你买迈拉伦新车，他都不会送你车的保护套。这个车还有这个套子，可以让你停在地下室，对吧？哎、欸，直接装起来的车套。然后我现在主要先把电池先接电，这它的，它是它的引擎核心的部分，这一样也是后驱的哦，它也是后驱的，这个、是迈拉伦的电动车哦。哇，这迈拉伦，这是最新迈拉伦电动车，我天哪、啊！什么安全带？这个不是轿车里的那个红那个彩球吗？真的，这个一解开一拉起来都变成一颗彩球了。然后这个，我方向盘还有皮套哎，而且还是这种，这叫什么？四分之三圈是不是？还有喇叭，我这镜子有点瞎。钥匙哇，比我们信箱钥匙要高级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还可以哎、欸，还可以插下去哎。哇、哦，那这次给两份，有备份钥匙。我觉得这都不行了，遥控器。它不会让你遥控哎、欸。电门的部分这样来啊、喔，好来啊、喔，冷气都已经设定好了。哦，这门不能开的吧？有锁啦。哦，你看哦、喔，这车门这样。哇、哦、哇、哦欸！哦，还有油压感呢、欸！我天哪、啊，太难了。那个，我觉得那个，走，冲冲冲！好，再来，我们就等客户来签车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把它布置好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轮胎，它其实是这种一体式的，这卡钳跟刹车盘。那当然，我们就帮它补一下刹车盘上面的颜色，好，展现一下爸爸的能力。
你看 ，fuck， 啊，直接喷，就直接噴，都喷黑色的，对啊，啊卡钱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你就直接啊。总算这个两个多小时、三个小时大功告成，然后前面遇到一些小状况，这个框是电镀原厂来的电镀，我们就不去动它，然后这样放上去。哇，它这个贴纸真的是就是喜欢把它贴歪，哎，我真的是不懂这些，它是连砸刀模都砸歪。等一下我们车锁完，然后这个盖这个框，它卡上去就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？视觉效果还 OK， 跟刚刚前面我们还没改装之前。是不是差蛮多的？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不用遮里面？其实前面我们有遇到一个小插曲，我们喷完以后发现这个塑料上面有油脂，或者是我们没有清除干净，然后这个银色一粘胶都会撕起来。然后既然我们这个框其实盖上去，它有一个保护层，就不会去动它了。后来我们就决定，因为时间也不够，我们也懒得重来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先喷橘色啊，然后用擦拭的方式一层一层慢慢擦。我们这个毕竟是远看嘛，哦，有一个这个颜色分色。视觉效果有就好了，好吧，这样给过吧。过。好，那我们对，就往下面去。怎么样？有东西有来吗？这样，刚刚外面没有，是不是？是哦，那你看哦，三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赶快站起来去看一下，去爸爸那边。你看这轮子，哎，这跟真的一样，哎。你看我帮你改好了。来，拍照给我。哇，爸爸还帮你改哦。干嘛了？哦呦，好，那你自己转。好，转，好，停。那再给我一个。然后它有设计一个这个拖车功能，就是后面有两个轮子可以，好，它两个人卸起来就可以这样，就可以这样，会比较方便运送。手要这样，这样往下压拉进来。好，好冲，轻轻踩。哦。都会哦，好，你看，中了，我刚过。
刚看我儿子试玩完以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那种心情啊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他没办法去表达他那种感恩的心。然后其实他也是梦寐以求很久。然后这个整个售价、啊，其实差不多就是花一只 Hot Toy 的钱，大概八九千块。所以其实就少买一只玩具就可以完成小孩的梦想。那不知道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当然，这一次最大的重点就是我稍微改了一下这个啦，卡钳啊跟那个碟盘啊稍微分色一下，看起来精致度更高。那当然，希望我们家小孩可以好好爱惜这台车，然后让这台车世世代代传下去。这样想一想，好像比我们买那遥控车还便宜，因为这台也可以遥控，你知道吗？我那遥控车是随便都两万块，神经病哦。哎呦，遥控还有方向机哎、欸，是可以、啊、可以遥控的、欸、它这其实就是我的大型遥控车哎、欸。其实像这样类型的小朋友开的这种车子啊，我已经买，这是第二台，之前买的那个是比较便宜的版本，所以那细节就没有很丰富。那比如说像这一台迈拉伦，它这个你看那种碳纤维的感觉啦，碳纤维的这种细节啦，然后像整个这种橘色的这种烤漆也是做的蛮精致的，然后像它的这个车尾，甚至于连那种排气管，它都有模拟出它的位置。然后你看它这个是后包围哦，好漂亮哦，这细节都有做到，还蛮精致的，真的。像是这种铡刀式的开门方式，都有模拟出来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种东西，我们小时候都要脚踩的，对不对？那以上就是乔老师今天。什么撒钱买跑车、买超跑的一个记录？对，迈拉伦直接给他买起来。那下次还想看乔老师买什么样牌子的跑车，也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乔老师再买给你看。希望朋友们点点赞。那乔老师的炫富影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超跑买起来，哎、欸，他这台好像说可以做大人呢、欸，可以做。你觉得我要做吗？你不是说他限重吗？他限重35公斤，可是我看网络上有影片，大人坐在里面。那如果直接给他3倍的重量进去，哎、欸，不止3倍的重量，他会不会直接就沉掉了？确定。网络上好像有人会在改这种小朋友的这种车，比如说把它改成好像真的轮胎啦，那里面加真的避震啦，或是它的传动可以再增强、啊，让它可以甩尾，甚至于有没有最简单，有没有白改降为先降它的底盘，有没有？这边要先降下去，看起来才帅，有没有？它这个现在太高了。我这台迈拉伦还有一个很先进的功能。就是它可以连蓝牙，对吧？你看，像我们有些那种老车还没办法连蓝牙，那迈拉伦这一台就可以连蓝牙，我们连蓝牙上去。我们准备了，我们开了那么拉风的超跑，我们来播喽！准备，来，5、4、3、2，轰轰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拉风引擎发动。